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昨天和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，神提醒我们多做事，做对的事，做该做的事情都有益处，但是不要让自己手不做事，手闲下来嘴就不闲了，就说了很多的闲话，惹出了很多麻烦来。昨天提醒，圣经提醒我们，不要让我的口成为一个破口，成为我人生的破口，以至于很多的祝福都从这里漏掉了，很多财富都从这里漏掉了，以至于圣经明明这样说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穷是什么？就钱财都漏掉了嘛。从哪里漏掉？从不该说的话惹出的麻烦，本来该得到的很多的富足就从这里都漏掉了。而闭上嘴真的很有祝福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，他其实面对一个很不好的境况，他的哥哥，他的姐姐，他最亲近的同伴同工起来毁谤他，而在那个情况之下，怎么受得了？我已经承担很大的压力，压力大得不得了的时候，结果我最亲近的人起来烦我，我最亲近的人在外面说我的坏话，而且在大家面前毁谤。这个人是摩西。摩西最亲近的同工是谁？亚伦。摩西是一个领袖，亚伦呢？亚伦是祭司。他的姐姐米利暗，米利暗是什么？是先知。祭司、先知跟领袖，这三个是最重要的核心同伴。他自己的核心同伴，他是领袖，他旁边的祭司，他旁边的先知起来联手起来毁谤他，而且这两个不只是他的工作伙伴，而且这两个还是他的亲人，是他的亲哥哥、亲姐姐，这是多生气啊！他一个人要带200万的人出埃及，那是多大的一个压力啊！你负责一个公司有200人，大概都压力很大，他是200万人耶，多大的压力，在承担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，而最亲近的人起来毁谤他，这个时候怎么会不跳起来呢？何况摩西的个性本来就是很暴躁的，石板砸了，哇，很暴躁的劝架，把人打死。但是你知道摩西在这个时刻可以做一件事，就是不说话，那不是摩西的个性。摩西的个性哪里是不说话，摩西的个性是暴躁的，是那种管不住自己的嘴的，管不住自己的手的。这个时候他的不说话是他的属灵。属灵是什么？属灵不是一种个性，属灵不是圣经熟不熟，属灵是在关键的时刻你能不能够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做该做的事。那个时候他做的该做的事是什么？就是不说话。那个时候如果他也起来说话，就变成领袖跟先知跟祭司对立了。一旦他们这种领袖阶层对立，带来的结果就是分裂嘛，大家就选边站。摩西不说话，而摩西不说话的结果是神替他说话。神说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也在很深的一个委屈当中嘛，你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我要跳起来，我要辩解，他们抹黑我，你不说话，神就为你说话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
Amen.